your mother-in-law. Yeah, 你跟我搞不好也是变成 mother-in-law 的。我知道，成给我了，那机会呢？如果给我选的话呢，我还是会选第一个啦。因为呢，我比较乖，我除了工作就是在家，所以呢，我不怕他问。你不怕他有其他的魔晶？没有啦，不要想太深了。我其实我觉得我，因为我已经习惯我妈妈跟我唠唠叨叨了，所以如果我的 mother-in-law 跟我妈妈一样唠叨的话，还可以挺好，塞棉花的。所以我就觉得第二种比较，对我来说比较容易。